开灯太亮，不开灯又怕黑的，就用这种小夜灯， USB 的端口插在手机充电头上就能用，而且不用联网，不用蓝牙就能语音控制。关灯，开灯太亮，不开灯又怕黑的，就用这种小夜灯， USB 的端口插在手机充电头上就能用，而且不用联网，不用蓝牙就能语音控制。关灯。